那他俩在家门口这个地方玩一会儿，发现这块这个秋千弄得挺好玩，可以两个小朋友面对面的坐一起打秋千，第一次看见这种玩法，估计是大人和小宝宝一起坐着玩的，可能正好乔治长得小呢，还能坐进去。别整弟弟啊，把桥推推，赵志优，你在那里面掉不出来，你个笨蛋。I'm tired. 推 I'm tired. 推好了。I'm going to hike like 好。啊，白涛，你别整格机弟弟。格机。好，白涛就这样事儿，天天跟乔治整的乔治滋哇乱叫的，可讨厌了。他就愿意撩着他弟弟。好吧，超，要不然就别玩了吧，停了吧，回家吧。回家吧，不玩了。I'm gonna go higher. No. Go. 再推一遍。再推一遍。再推一把。哎呦天。你俩也太沉了，推不动。那个是个垃圾车吧？应该是个垃圾车，好吧。别踢着弟弟了，乔阿白乔。Higher. Just like I'm sitting down having a breath, I need to be higher.